开局只有一个泥土，还有树苗，没有任何的食物，也没有任何的物资，我们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，并且建立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呢？好的，欢迎收看我们的单方块生存第二期。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步入了正轨，有了一个小型的刷怪平台，唯一缺少的呢就是食物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苹果啊，而且这个苹果我打算留到后期治疗僵尸村民，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吃的。现在刷怪平台刷了两只小白，希望他能给我掉一点骨粉，然后我来催熟树苗还有苦力怕，我们等待天亮让它自然燃烧，它也是会掉落物的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们不要动啊，只要不动饱食度就不会掉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将近10天了吧，10天没有吃过一口东西啊！不过现在我们好在有一个刷怪平台啊，大鱼大肉不奢求，但是吃一点腐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天已经亮了，我们去把它干掉。小白，我来了，掉点骨头吧。然后别打我啊！完了，兄弟们，有点亏啊！早知道的话，我们就不过来了，等它凉了之后我们再过来捡，这样有点亏。还有苦力怕，来。有骨头啊，有骨头就不错，虽然说没有腐肉，但是我还有很多血，我觉得坚持2天应该不是问题。拆掉台阶，我们去捡一下掉落物。2根骨头的话可以分解4个骨粉，4个骨粉的话可以催熟一棵树吧。哦不对，2根骨头可以分解6个骨粉，那么2棵树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问题。现在的话第一棵树已经长出来了，我们砍一下。砍掉树之后，我们先来做2个活板门，改善一下我们的刷怪平台。现在这个刷怪平台还是存在一些问题，每次捡掉落物的话都需要把这个台阶给撸掉啊。我们放上活板门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活板门的话放在这个地方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出入了，可以。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没错，就是堆肥桶。这个堆肥桶有什么用呢？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，经过修改之后呢，它是可以产出泥土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有了更多的泥土就可以种更多的树，发展更加快。来，我们把这些树苗给它扔进去啊，10个的话我估计是可能达不到一个泥土，先放进去吧。哦，还是不够，还差一半，我们就继续种树吧。等这个树叶脱落之后，我们再来催熟一下树苗。现在我们的高度是64格，刷怪的效率是特别低的，到达0格之后，刷怪的效率会翻5-6倍吧，有很多很多怪，我们的发展就更快了。但是想要去到下边，也需要大量的木头，所以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干了。来吧，我们继续催熟。好的，又是一颗。还有3个骨粉啊，3个骨粉能不能催熟一棵树呢？试一下吧。哦，哇，兄弟们，这棵树的木头多呀！发财了，不仅木头多，这棵树的树苗肯定也是更多的。来，先撸一下。骨粉已经用完了，我们又种了一棵树，那现在我们的饱食度又掉了几颗，现在我们只能撅着腚在这里等待僵尸还有小白的出现。哦，好像刷了一个金银蜘蛛吧，今天晚上的怪是比较多的啊，但更多的是苦力怕。小姜多来点，小白多来点，其他东西我都用不着。哎，有棵树苗掉下去了，不行，这边我们需要扩展一下，要不然老是往下掉东西啊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兄弟们，太饿了呀！我们现在的饱食度已经掉了一半了。如果再不吃东西的话，我们明天早上清理怪物很可能被干掉。要不然我们把这颗苹果吃了吧？我想了一下，我们之后的树肯定是有很多的，苹果也会更多，所以现在不用为了一个苹果发愁。来吧，吃下这个世界里边的第一颗苹果，真香，嘿嘿。天亮了，僵尸在燃烧，除了苦力怕和蜘蛛，他们都是会死亡的，等他们死亡之后我们再过去啊，要不然还会被小白射。有骨头，但是好像没有腐肉，给我点辣条吧，大哥，骨头捡一下。哦，有一个腐肉，这苦力怕打一下，这样的话打得有点慢呀，我感觉啊，要不然我们直接进去吧，把这个解决之后我们直接进去。我是勇士，我一往无前，他们都在边缘啊，我觉得我可以直接把他们打下去，下去。哦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解决。这边这个金银蜘蛛的话，挤下去挤下去，这个东西我不敢惹啊，只有3格血，还没有防具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，哎，还有一个，滚。我们现在好像有10个树苗，能不能得到一个泥土？我们留一个，其他的都给它塞进去。来一个泥土吧，来来。哦，嘿嘿，兄弟们，终于有泥土了，这是世界里边的第2个泥土，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啊，接下来我们木头的产量就会翻1倍。好的，我们把这个泥土给它种一下，然后再种一下树。泥土的话就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平台再扩大一点，要不然的话这个掉落物很可能掉进虚空里边。好了，2棵树的产量我觉得够支撑到我们到达零格了，那下一期的话我们尽量去到零格建造一个刷怪塔，而且我们还有些骨粉。那这一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大家拜拜。